一下，会有一群我的偶像会站在我们的台前。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快乐萨克斯风团呢，他们是集结了都是爱好音乐的好朋友共同组成的团队。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各地方的英雄好汉，他们是利用了下班的时间聚集在汇集一起成长以及一起团练的。那他们其实都是经过了身经百战，取得艺就是街头艺人的证照哦，所以不是平常的素人啊、哦。所以他们的快乐萨克斯风是经常受到各县市各大活动场合的表演团队啊，非常的，而且是非常深受好评。其实他们是不受限定，他们的音乐100%，节目不摆停，也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宗旨哦。好，你看哦。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要郑重的讲一下一句话。刚刚骑摩托车就喜欢晒太阳，吹萨克斯风的就不会晒太阳，有没有感觉？会看不到，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那你们可不可以站过来一点点？对，对对，你们站后面一点点会比较，哎，对他们就比较看得到你们。是，好，都歪掉了，对不对？以我为中心。来，谱在我这边，我站在中间。来来来来，对对对，在我这边。行，哎呀 ，OK OK， 停。是啊是啊，你们可以展开一点点，没有关系哦。哎，你们可以展开一点，舞台很大，可以展开一点，可以展开一点。哎，可以吗？酱精准备好了吗？可以了哈，好。等一下呢，我们的快乐萨克斯风团呢，哦哦。他会准备了一些老歌、新歌、台语、还有国语、客语的所有不一样的曲目，让大家好好的欣赏。刚刚已经，哦哦，好，刚刚骑完摩托车，我们来享受不一样的风味，然后喝着自己手中的特摇饮，来细细品味他们这一些专业的街头艺人。请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可以吗？好。
们的掌声是他们演出的动力啊！掌声越大，尖叫声越大，演出的越精彩啊！秋蝉是不是？好的。
几位国际型的音乐大师，国际型音乐大师，你们吹得让我们整个都进入到你们那种氛围里面了。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那就一定要掌声的呀！来，这里的掌声。是啊，因为我告诉你，当你投入的时候，要让音乐家知道你们的反应，就一定要表现出来，这样好不好？来，接下来下一首是什么呢？啊，起霸！哎呀，起霸！来，起霸！那你们这些要先暂时先休息了吧，对不对？好，那起霸，你是要上台呢，还是在底下呢？哎呀，你太低调了吧，起霸，你上来吧，起霸，你上来了，来，上来，上来，上来，啊，你上来，让大家看得到你，对不对？